我不允许你跟别的男人过节，更不允许你对别的男人笑。凭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人。瞪着我干嘛？至于这么生气吗？ 你干嘛？我可是有魂珠的。谁让你随便跟别的男人过起小节的？随便我哪有随便？我可是深思熟虑挑的人，不入不逊，焉得虎子？我不允许你跟别的男人过节，更不允许你对别的男人笑。凭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人。 以后遇到危险，要这个铃铛，方圆十里之内我都能听得到，我都会过来。你这是在关心我？你们女人真的是自作多情，我只是怕你受伤，然后影响到我。你们猫果真是口是心非。 这是猫铃铛，你话好多。我话多，七巧节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我就知道，除了你，没有人做这么幼稚的事儿。拜拜。你别以为你变成猫，我就会放过你啊！ 哎呀，还好本王子机智。只是，这个女人凶凶的样子，怎么还有点可爱？难道这就是人类的爱情？臭猫！哼，这个女人。 有个条件，说，少将军是想用红魂珠去吸引收住锦鲤吧？我也要加入行动。可以，不过你要按照我的方式来。成交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什么？ 价值连城的红魂珠，明天要拍卖啊！是吧？哎，你看看，不过我听说啊，是天上掉下来的宝珠，又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。是。明天就要拍卖红魂珠，你们都给我好生看管着，绝不允许出任何差错。是。
雕虫小技已经被我看穿了，还能往哪里跑？想逃？别到处乱跑，等我。在这儿捣什么乱？看你往哪里逃！少将军，保护好小薄荷。少将军交代，要护你周全。周什么全？他受伤了怎么办？哎呀！